听阿姐说那个是什么来着？碎钻。碎钻，那要买哪种的？这种好了。好啊，这种。那种是人工的，要买这种天然的。这种天然的不好看。我只是想来买一包面粉的，然后，当当当当。深呢，哦，这个小个的是我没有掺面粉的，帮我关这个起来。哇，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哇，新鲜出炉的早餐，原来早上有的吃的，你看很蓬松很软的，差点失败。嗯。
哇，这次的紫薯怎么不紫的？有点像中毒似的。嗯，好吃。呜，好吃没？好吃。这个灯一直闪，这个便宜的灯就是这样子的。来看你这个房间的灯，你看到你这边房间就不一样，贵的灯就是不一样。我要多少钱？你那个灯也不算贵，几百块。上面的铜灯买的是便宜的，就。你刷牙没有？刷了。晚安。晚安。小公主。